点难追，想让我真爱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如今仍以谦虚诚恳的态度扎实稳健，在超级剧集《盗墓笔记重启》中饰演吴邪，在不断寻求突破的表演道路上展现出无限的潜力。他就是时尚先生年度最具潜力演员朱一龙。请荣誉揭晓人为荣誉获得者朱一龙先生颁发荣誉奖杯。感谢时尚先生颁这个奖给我，我觉得有潜力对我来说就是有期待吧。我希望不管在什么时候，自己饰演的角色还有作品都能够让大家去期待，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。